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冉冉。吃饭啊，来吃。先。我这个是刚刚旁边路滑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送你吧。好想去找他，可是被关在家里，哪也去不了。冉冉，想什么呢？吃个饭还走神？哎，你明天是不是有一个公益演出啊？啊，在哪儿来着？在音乐节。我这侄子啊，前一阵子还组织了个乐队呢，还是主唱。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上楼休息会儿，你们慢慢吃。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贫血了？那个小雨、啊，你快去看看，不是还给小冉准备了礼物吗？哦哦，对对对，去看看吧。冉冉，开门。我睡了。你逗我玩呢是不是？我都听见里面放音乐了。现在我要睡了。不是，你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？睡午觉。哎，你开门！我真的要睡了。你开不开？出去，我不出去，除非你答应我去看明天我乐队的演出。什么演出？什么？我刚刚吃饭时候都说。行，何然，我说的话你就从来不当回事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画的是谁呀？关你什么事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我明天乐队的演出你去不去？好啊，我去。啥？刚刚身体不舒服，没反应过来，现在好多了。我说我去。你们这些人搞不懂，一会儿一个样。哎，不过啊，我是可没强迫你啊，是你自己答应要去的啊。嗯，明天来接我吧。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那我走了。算了，我还是走正门吧。先跟着韩雨离开家，出去了再想办法。不是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今天穿的挺帅的。哎呀，算你有眼光啊！我这个吧，是高定。国内现在还都没有呢，我预定了一年我才拿到的。
长虹街夜市搞定的吧？他家这么火，要排一年队呢。什么什么什么夜市？我这是高定，这是5块钱一米的吧？但是他那个容易掉色，质量不好。哎，你这个成色不错，还有钻，10块钱一米。我都说了，我这是高定。对，他家就是能高定，加20块钱手工费，可以在上面刻名字的首字母。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俗，你没刻吧？我没刻啊。嗯、哦，我当然没刻了，我刻名字多土是不是？嗯，就是。哎，行了，上车吧，小心头啊！哎，头发，哎呀，你勾的我头发，你喊什么呀？我怕你疼吗？够疼的，你别动啊！我怎么帮你啊？你低一点啊。你看，还是我聪明吧，能想出这招。没来过这种地方，看着新鲜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啊就多跟着我，哥保证带你见见世面啊！哎，这儿人多，跟紧点，别走丢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非音乐节相关人员禁止入内。哎，谁跟你说他是非相关人员？非相关人员？不是非相关人员，那是什么人员啊？女粉丝呗。就你话多，家属了。怎么？走，啊，请进。家属怎么不说话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介绍呗，介绍呗。行，一边去，很闲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老看这个干嘛呀？这上面的人不就站在你面前吗？给我，快准备，该进场了。好，我想上厕所。不是，你咋不早说呢？这演出马上开始了。我突然想去。哎，你就是事儿。你怎么一出门就找厕所？我很快回来。于哥，要不先这样吧，咱们演出是正事。你先等。哎，小刘，哎，这个美女啊，现在要去上厕所，她一会儿上完厕所回来呢，你给她带到演出现场的前排，我给她留了超级 VIP 的位置，好吧？啊，好，您放心吧，我保证。超级 VIP。走了。你快点啊，马上开始了。走吧，于哥，还能跟别人跑了。跳蚤市场停车场右边，公园东南门，小洲村。何小姐，您是要出去吗？没有啊，我去现场。哎呀，您走反了。演出现场在这边呢，你跟我走吧，走吧。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艾乱乐队。我是主唱韩宇。他真的在看你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Thank you.
哎，你们看合眼了吗？估计外面看演出的吧。你刚刚在场上不跟他互动了吗？哎呀，就开场看见两秒，后面就见不着人了。他现在打电话也不接。不用急，外面那么吵，哪听得见手机呀、啊？他干嘛去了？那么着急干嘛？他不能跟别人跑了。哥，你着急干嘛去？何冉呢？跑了。跑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咪咪，我给你画幅画吧。你的声音在梦里，轻的欢的笑。咪咪，倘若是你，我原谅所有不期而遇。我的你在回忆里，永远都。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老师，在附近画室教了很多年了。我来还你伞，但是我一把破伞不值得你回来还。知道的。还有事吗？肖哥，我买了炒河粉，一起吃啊。哎，这妹妹看着好眼熟啊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她是之前来这里洗头发的小女孩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怎么，又来照顾我肖哥生意啊？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怎么走了呀？相拥着沉默，直到花期消失了。哎，肖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那个。哎呀，该说不说啊，昨天咱们的演出还是非常的成功的啊。就说我那个高音怎么样，厉不厉害啊？天籁之音呐、啊，宇哥那高音身兼百灵鸟吗？不是。还有我那个 ending pose， 你就说帅不帅啊？这平时都传授传授给我们，对，做的呀，真是，对呀、啊。宇哥，嗯，等何冉电话呢。我告诉你，不要提他名字，死女人天天惹我。我告诉何冉，你傻不傻？没听宇哥说别提那个死女人。死女人是你叫的吗？哥，那个死不是那个何冉来了。何冉来。哎哎哎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跟女人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一边去。不是，你到底去哪儿呀？啊，不是让你在后台等我了吗？给你打电话也为啥不接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都摔了一跤。你对我负责。你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哪一个？就你是不是跟别人跑了？
想什么呢？我跟谁跑？不是，那你去哪儿了呀？我一直在现场听你唱歌呢，就是现场声音实在太大，我没听见你给我打电话。不信你看，我还录了视频呢。我本来还打算晚上发个朋友圈，倒是艾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看啊，是吧？不是，你这录的什么呀？什么技术啊？你都把我拍歪了，把我这脸拍的也太丑了吧？行不行啊你？不是我，现场粉丝那么多，挤来挤去，我能拍成这样挺不错了，好吧？难道也是？我呀，确实粉丝比较多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么受欢迎嘛，对吧？哎，怎么样？我唱还行吗？嗯，那下次我有演唱会，我还带你去啊。来啊！哎，阿姨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都是皮外伤，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花儿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来。谢谢阿姨。这伤筋动骨100天，可得好好养养，以后骑车小心一点。嗯。冉冉，你跑去哪儿了？让韩宇到处找你，出了意外。啊，阿姨，是我搞错了。那何冉一直在现场，可能现场太吵了，他电话没听着。嗯，他还录了我现场的视频呢。嗯，现在都是我粉丝了。韩宇唱歌可好听了，是吗？嗯，你看视频。哟，这个是韩宇啊？旁边那个。啊，你家是哪个？C 位 ，C 位。C 位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谢谢你帮了这么大的忙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就是刚好开车路过，搭把手，这个钱不能要。我刚才听您说是做建筑工作的是吧？啊，谈不上是建筑，就是跟着老板干点小工程，承包个园林啊、绿化什么的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你要是有需要，随时来找我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保证把活给你干好。我们兄妹俩还真得谢谢你了，他小姑特意搬到我家和我一起管教这孩子。你说韩宇这孩子那么不小心。你可得小心点儿，万一磕着碰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怎么了？不走吗？啊，没事，妈，你不是还要去南城忙吗？要不你先去，我留医院陪韩宇吧。他因为我受伤，我怕他心情不好。什么时候跟韩宇关系那么好了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要喜欢他，你俩就好好处处，妈妈也放心。再说韩宇这男孩不比外面那些孩子知根知底啊。嗯，韩阿姨对我们家也有恩。好了妈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过去陪他吧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啊，我让司机来接你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让韩宇他家司机送我就行。那你们玩，我。那我先走了妈。哎。喂。你在哪儿啊？胖子，耶，丫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病了？嗯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刚刚那两个人你认识啊？哦，你说刚刚那俩人啊？不是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人家？你看人家那穿戴啊，人家那个举止言谈，跟咱们不是一类人。我今天刚认识。哦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哦，这说来话长，我今儿不是给我媳妇儿这餐馆进菜吗？我就开车在路上走，前面有个小伙子骑摩托车，嘿，耍帅。我一猜他有点摔，果不其然一拐弯，咔，倒了沟里了。我还在那乐呢，正准备拍照，我说小伙子不动了，我就赶紧下去一看啊，被摩托车压着，我就捎带手给送过来了。结果呢，那两个人呢是那小伙子什么亲戚，啊，感谢我说半天，我说嗨，你哥我见义勇为这事儿不值得谢。结果人给我塞了个红包，哎，这么厚，我没要。我现在想想是后悔，我应该要。手指一捏，大概有几万。哎，那个，饿不饿？很好，咱就近吃点吧。我请你。行吧。老板，两碗白粥，两屉流沙包，快快快！好了。这家的流沙包，流沙特别多，白粥特别白。一会儿你尝尝。
哎，老板，来来来，哥。好嘞。啊，帅哥美女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吃。这个一直太聊我了，你都没怎么说呢。哎，你怎么去医院？是病了吗？没，去看个朋友。那个有阵子没见你，你最近都不去小六村了？去那边画室教学生。教学？你是老师啊？哇塞，我还以为你是学生呢，真是年轻有为。哎，那你平常教完学生下了课，可以带着学生去我媳妇儿的馆子里吃，菜量大，经济实惠。反正萧寒没事中午老去那馆子里吃。嗯，萧寒每天中午都去啊。哼，说了他你来性子了。没，你别误会。嗯，萧寒他有女朋友。女朋友谁啊？就是那个个子很高，留着长长的头发还带卷，身材挺好的那个，天天去萧寒家蹭饭。天天蹭？不可能，他吃饭都是糊弄的，不是去我媳妇店里吃。哦，你说的是阿曼吧？应该是吧。哎呦，他不是老肖的女朋友，充其量就是一房东。啊，房东？对。阿曼那个理发馆是他爷爷留给他，老肖是租住在那，顺便看个店。阿曼他这个人就是比较闲，爱瞎晃悠，没事就去老肖那儿转一转。你放心，他们俩绝没有那层关系。你开心吗？所以说，萧寒他不是专业的理发师。当然不是，那种老破小的理发店，外面人一般不会去，都是周边那些老主顾、大爷、大妈，他们不愿意去外面花钱，就在那个理发店。萧寒，他给我剪过头发，小贝，挺好看的。这个老萧在舞刀弄剪这块真有点本事。你快吃，没事可以去中心湖附近转一转，可以偶遇他。前那把伞好像被我弄丢了，我用这把陪你行不行？去旁边坐着。没事，我不热。去吧。那要不我把伞借你打着，这中午太阳实在太晒了。我拿着它没办法工作。我给你打着，然后你在旁边工作，我陪着你。听话去吧，我待会忙完过去找你。那我去了。
睡。愣着干嘛？热死啊？没有。走吧。哎，你今天工作做完了？这边花圃都要弄，今天可弄不完。那你怎么办？明天早点过来继续弄。今天天气那么热，我看你快中暑。我没事的。那你明天什么时候过来？要不我过来陪你。那么闲，不用教课？要教课啊，我的工作呢就是画画。我现在发现这地方真好看，有花有草，有白色房子，还有海。到时候我就带学生过来写生，刚好也可以把课上。随便。我看你在这里太辛苦了，你做这个累不累？习惯了，就是打个零工。我们画室最近要招模特，你要不要过来做？工资日结，1小时50。没做过。不用做过，这不需要有什么经验，你只要坐那里让他们画就行了。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模特吗？对啊。那为什么直接画你就好？当模特是没有门槛，但是要当优质模特是有门槛的。你看我长得平平无奇，学生也提不起兴趣，但是你就不一样啦，你的五官比较立体，他们画出来呢视觉上也更有冲击力，画帅哥也能让大家开心，他们也会对画画更有兴趣嘛。还是算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那个画室环境可好了，有空调，有水果，有零食，有奶茶的，你过去绝对不会累。而且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好心，也没有什么私心，就是看你干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唉，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不行我就再去找找了。唉，你这个点了，明天就上课了，怎么办呢？行吧，要不然留个电话，明天你联系我。明天见。何润，今天晚上能不能收留我一晚？你不怕吗？